Ra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农村以前都有住桑爷，绝不会手忙脚乱。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。随着城市化和丧葬礼俗的变革，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懂相关礼仪，往往在突如其来的变故前手忙脚乱。这在过去的乡村中是绝不会出现的情况，因为都有主事人，孝子只要听吩咐就行。下面以山东东部乡村为例，按照这一地区乡村以前的丧俗，任何人在病危后都要回到家中，即使之前住在医院，当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后，就要尽快回到家里，尤其子女侍奉左右，在丧者弥留之际，所有的子女都要围在身旁，以便聆听其临终教诲，俗称送终。丧者去世当天成为当日，火化、设灵堂、报丧等程序都要在当日完成。老人去世后，负责主持整个丧葬仪式的主丧爷便被请来，指导其子女完成丧葬仪式上的各种仪礼。因为在当时情境下，丧者的子女都非常悲伤，在短时间内要做的仪俗又相当繁多，许多事情还要严格按照传统规矩，所以举丧事宜通常是请当地有经验的主事来，即俗称的主丧爷，由其全权负责与丧事有关的所有事情。子女们只管手扑尽孝，主丧爷首先指导其子女烧到头纸，主要就是为收买掌管阴间生活的官员，希望丧者去阴间的路上能够顺利，不遭苦难。然后指导其子女完成入殓仪式，入殓有入小殓和入大殓之分。入小殓是指帮死者梳洗、沐浴、换上寿衣，入大殓是指将死者遗体放入棺材，梳洗时只需在葬者前胸后背象征性地各抹三把，口中默念爹娘给你洗洗之类的话，再简单的修剪下指甲。当地人认为，人死后如果不梳洗沐浴使其干净离去，阴间会不接受他，葬者就会成为野鬼。梳洗过后要尽快给丧者换上已提前准备好的寿衣，女主丧爷帮忙缝制打狗鞭，一串打狗粮，两个铺子布袋让丧者拿在手里。传说人死后的路途当中要经过一个恶狗村和一座蚂蚁山，准备这几件宝贝，一是对付挡道的恶狗，一是对付成群的蚂蚁。整理好后只需等待灵车来运送遗体去火化即可，灵车依据运送距离收取一定的交通费用。火化有保留全尸和普通火化之分，保留全尸是指丧者火化后剩下的主要身体骨头要全数保留，意为留全尸之意，运营影子。